Baby Tiger， 快来订阅我们吧！危险的兔子车。兔子车干得好，不愧是我最伟大的发明。去把城市搅乱，让他们看看我有多厉害！哈哈哈哈！雷克警长，站住，不许跑！我命令你马上停下！你严重扰乱交通秩序！讨厌的超级汽车又要坏我好事！哼，想得美！试试这个。什么？怎么变多了？糟了，这下怎么办啊？呼叫指挥中心！是雷克警长，请问你需要支援吗？街上出现了许多兔子车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哈哈，兔子车搞破坏，快快把它抓起来！后勤车哔哩呜，一张大网抓住你！抓到了！兔子车一二三，跳上跳下满街跑，消防车最无敌，大大水炮砰砰砰！抓中了！受伤了。完成救护。你们别得意，兔子车接着变。兔子车又变多了，大家加快速度。别管，看我的。兔子车真奇怪，长长耳朵跑得快。无人机空中飞，发现目标追追追。加油！兔子车个子小。从不见了，救护车飞得高，轻轻松松全找到。兔子车数量多，跑来跑去还长过，这边追那边追，一起追起来包围，全部搞定，合作愉快。讨厌的超级汽车，我还有更厉害的发明，你们等着啊！愤怒的蜜蜂，甜呀！胖嘟嘟，你在干什么？麦嘟嘟、乐嘟嘟，你
们来得正好，这儿有好吃的蜂蜜。哇！麦嘟嘟，你快点，我要坚持不住了。再坚持一下，我马上就碰到了。成功了！啊，好多米饭！快跑！救命啊！来了，皮皮小心！啊，不好！呼叫指挥中心！安琪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了虎看新虎，城市里飞来了许多蜜蜂，请求帮助。好的，别担心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火箭赛车旋风，飞天救火车安琪，巨无霸大货车斑斑，超级汽车出动。香香香，蜜蜂好喜欢，快来追我吧！来呀，跑呀跑呀跑，跑呀跑呀跑，加速向前跑。左边嗡嗡嗡，右边嗡嗡嗡，蜜蜂越来越多，太多了，旋风快过来！引擎轰隆隆，大车轮转呀转，突然改变方向。了吧，快跑！啊！真假洒水车，啦啦啦啦啦！嘿，秃噜爷爷，早上好呀！您又在给小花浇水了。没错，这可是我的工作。那您继续忙吧，我要去巡逻了。再见，雷克警长。嗯，呼噜爷爷什么时候跑到我的前面了？嘿，呼噜爷爷。呼噜爷爷变得好奇怪呀。怎么回事啊？哈
们的泡泡洒水车太厉害了，这次看你们超级汽车怎么办。雷克警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请帮我联系呼噜爷爷，让他别再喷泡泡了。开心虎，快看看怎么回事。嗯。哦，怎么有两个呼噜爷爷？你们在叫我吗？看来喷泡泡的洒水车是假的。嗯，要赶紧抓住它。嗯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螺旋洒水车呼噜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水花呀花，汽车们转圈圈，一不小心摔一跤。哎呦，别担心，我来了，泡泡都冲干净，哗啦哗啦下雨了。救护车飞呀飞，受伤了别害怕，哇呜哇呜我来了。谢谢你，泡泡车别想跑，开雷达照啊照，一五一五找到了。站住！别跑！加量发射！不好，我的雷达撞坏了。没关系，我来帮忙寻找。我来清理泡泡。飞呀飞，飞呀飞，左转转右看看，泡泡车躲在大树下。嗯，怎么不见了？飞呀飞，飞呀飞，左找找右找找，泡泡车冒出小泡泡。被我发现了。洒水车哗啦啦，洒水枪会旋转，挡住所有大泡泡。泡泡车别想跑，加速度追啊追，瞄准目标抓住你。任务完成。这次先放过你们。既然你这么喜欢喷泡泡，那就去给我们洗车吧。超级快递，太无聊了，我们该做点什么呢？朋友们，我们去做些有意义的事吧。嗯，什么是有意义的事呢？找到了。我们到底要干什么？看到那辆大货车了吗？它可是超级汽车哦。嗯，看到了，它正在送快递。没错，如果我们也去送快递，那我们就能成为超级汽车。行动。谢谢你啊，斑斑。没什么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好了，我们快走。咦，我怎么感觉肚子里空空的？啊，我帮你看看。糟了，你的快递不见了。什么？贝乐虎，开心虎，大事不好了！斑斑，请你保持冷静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肚子里的快递突然全都消失了，希望大家能帮我找到他们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巨无霸货车斑斑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泡泡出租车妮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
个大森林，翻过这座山，马上就到达。好像掉了这个，没关系。丢丢丢，开雷达，沿着街道找一找，一个两个找到了，还有很多继续找。跳啊跳啊跳一跳，森林里面找一找，一个两个都找到，还有很多继续找。超级快递员送货快又准，农场和果园快递一送达，想必准时拿目标有了人。这不是我的。丢丢丢，开雷达，来到农场找一找，有个快递送错了，这是果园的快递。跳啊跳啊跳一跳，果园里面找一找，有个快递送错了，这是农场的快递。第五第五送快递，跳啊跳啊送快递，吭哧吭哧送快递，天黑之前都送达。你们为什么要拿我的快递？我们也想像你一样帮大家送快递。好吧，不过送快递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对不起。明天正好有很多快递，我需要些帮手，你们愿意来吗？好呀！美味派对。今天是儿童节，我们为小朋友们准备了一个惊喜哟，好期待孩子们的到来，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。我们来了！哇，有好多好吃的。这下可怎么办？食材都用完了。我要蛋糕。我要惊喜。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。呼叫指挥中心，亚米，出什么事了？我们的派对出了一些意外，小朋友们哭不停，也没有食材重新制作美食了。放心吧，你和妮娜陪伴小朋友，运送食材的任务就交给旋风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梦幻美食车亚米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过界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食材交给我，轰隆轰隆轰隆隆，跨过大桥向前冲，冲啊冲啊冲啊冲，我来啦！我把食材带来了。
接下来交给你们了。没问题。搅拌搅拌加鸡蛋，美味的蛋糕变出来。搅拌搅拌加水果，酸甜的果酱变出来。变呀变呀变呀变，哦，变出来。披萨咬一口，香香又脆脆。果冻果冻咬一口，滑滑又软软。Yummy yummy yummy， 蛋糕真好吃。Yummy yummy yummy， 排队美食多。跟着音乐大节拍，一起来摇摆，拍手跺脚扭一扭。我们在一起 Happy Happy Happy， 最棒的 Party， 哇哦！99次实验开始。成功了，有了这个发明，我肯定能打败超级汽车。去吧，疯狂植物车，让贝勒小镇的植物变得疯狂吧。帮我拍得漂亮一点哦。怎么打不开了？救救我！这些植物都怎么了？呼叫指挥中心！贝拉虎、开心虎，小镇出现了许多疯狂植物，我需要帮手。没问题，也许酷宝能帮上你的忙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全能收割机各位，铁臂挖掘机酷跑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来了来了，收割机什么都不怕。
于清除了所有疯狂的植物。真不容易呀、啊！怎么又来了？是我们！恭喜你们任务成功！海底寻宝。今天天气好，古堡上班了。最棒的挖掘机要开始工作了！快停下！刚刚是个小意外，我只是因为天气太热了，想洗个澡再开始工作。怎么挖不动了？难道是什么宝贝？呀，是张藏宝图。宝藏就藏在海底。海底有宝藏，嘿嘿嘿，那一定是我的。嘿嘿嘿嘿，刚好试试我新发明的暗黑鲨鱼车。大海这么大，够我自己找宝藏得花一年的时间吧。这可怎么办呢？对了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嗨，酷宝，好久不见。贝乐虎、开心虎，你们看，我挖到了藏宝图。哇，恭喜你！可是光靠我自己肯定找不到宝藏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科，火箭赛车旋风，铁臂挖掘机出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准备好了吗，朋友们？来吧，开启潜水模式。宝藏宝藏你在哪，我们都来找一找。贝壳、珊瑚和海草，不对不对，找错了。开启雷达滴滴滴，目标目标发现啦。向左向右向前进，宝藏宝藏在这里。大大铲子挖呀挖，挖开石头和泥沙，用力用力向下挖，宝藏宝藏出现啦。终于找到了。不好，我们的宝藏被抢走了。我去追回来。加速加速轰隆隆，追呀追呀冲冲冲，尾巴肚子撞啊撞，宝藏宝藏回来啦。旋风快跑，我来帮你。追着目标游啊游，发射大王咻咻咻，躲来躲去抓不住，再来一次不放弃。抓到了。鲨鱼鲨鱼有尖牙，妖魔大王咔嚓咔，我们快快想办法，小船小船压住它。我又失败了。是个奖杯。你们看，这写着什么？
恭喜你成为勇敢的冒险者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个奖杯属于勇敢的冒险者。恭喜你，库珀。不，应该恭喜我们，因为我们都是勇敢的冒险者。哦。梦想狂欢记。我是吊车，大力士吊车，长长鼻子，长得像大象，大大钩子，充满了力量。哦，哇，阿力，你看起来就像一个歌手。当歌手是我的梦想。对了，旋风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我的梦想，当然是成为最快的赛车了。只要努力，我们的梦想都会成真。梦想？哼，我的梦想是打败超级汽车。看看我最新的发明，绵羊车。咪，去吧去吧，让大家产生幻觉吧。看哪，我找到了恐龙蛋。大怪兽，来跟我战斗吧。啦啦啦，好帅，跳舞的垃圾车。小心。大家都怎么了？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湖，开心湖，你们看，大家变得好奇怪呀。这是不好，是麦特博士发明的绵羊车，他的眼睛会让大家产生幻觉。可是阿力，你怎么没事呀？我也不知道。一定是阿力戴了墨镜，绵羊车催眠不了他。原来是这样。阿力，制服绵羊车就交给你和安琪了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哦，小心。库洛爷爷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在画画呀，这可是我的梦想。哗啦啦，梦想梦想，哗啦啦，变成画家。哗啦啦，我爱画画，画呀画呀画好啦。哎呀哎呀呀，那是你的幻觉。哎呀哎呀呀，快点醒一醒。我在干什么？滴滴舞，梦想梦想，滴滴舞，拥抱海洋。滴滴舞，我爱冲浪，冲呀冲呀加速浪。哎呀哎呀呀，那是你的幻觉。哎呀哎呀呀，快点醒一醒。我怎么在这儿？飞呀飞呀，嘟嘟嘟，梦想梦想，嘟嘟嘟，张开翅膀，嘟嘟嘟，飞上云朵，飞呀飞呀，我来啦。哎呀哎呀呀，那是你的幻觉。哎呀哎呀呀，快点醒一醒。太危险了，大家都被困在了幻想里。加速救援吧。大吊车伸长手臂，哐哐哐，救援救援。救护车张开翅膀，飞呀飞呀唤醒你。呼啦呼啦啦，幻觉快消失吧。呼啦呼啦啦，大家醒来啦。绵羊车，现在该轮到你做梦了。咩咩咩，梦想梦想，咩咩咩，精彩想象，咩咩咩，变
唱，小羊一蹦一蹦跳呀跳。寻找大怪兽。哎，妮娜，你在排队买什么呢？是最近新出的怪兽漫画书哦，我听说非常好看。雷克警长，你要不要也买一本呀？人太多了，我先去巡逻，一会儿再来。雷克警长，发生什么事了，嘟嘟车们？我们发现了一个怪兽。怪兽？你们说的怪兽，该不会是他吧？没错，就是他。这是漫画，你们一定是产生幻觉了。不，我们真的看到了怪兽。你们是在哪里发现了怪兽？带我去看看吧。跟我来。雷克警长，我们就是在这里看到了怪兽。没错没错，这是他留下的大脚印。看来真的有怪兽。呼叫指挥中心，贝勒虎、开心虎，城市里好像出现了怪兽。啊，怪兽？没错，我必须马上升级去调查真相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超雷达警车雷克。超级汽车出动。怪兽怪兽躲在那，开雷达滴滴呜，花园里面找一找。发现大脚印。地上脚印一般般，样子样子很奇怪，走过去又躲过来，消失在花园外。怪兽怪兽躲在那，开雷达滴滴噜，大街小巷找一找。发现大脑袋。是怪兽，我看见它了。一起抓捕大怪兽，速度速度要加快，左边右边来包围，我们要把你打败。是猪大叔。怪脚印和大脑袋，原来只是个意外，真相真相一揭开，哦，怪兽不存在。原来没有怪兽啊。朱大叔，真是抱歉，我们差点把你当成了怪兽。不要紧。可是你为什么要打扮成怪兽的样子呢？哦，对了，我是为了宣传这本漫画书。我听妮娜说它非常受欢迎。没错，如果你们也喜欢，这几本就送给你们吧。哇！消失的超级汽车。我发明的大力拖车果然超超超大力，连货车搬搬都拖得动。马上要天亮了，今天的任务完成，明晚再继续行动。什么事儿了？这是哪儿啊？我们好像被关起来了。嘿嘿，糟了，门打不开。我
们可以呼叫指挥中心寻求帮助。嗯。咦，怎么没有反应？别浪费力气了，这儿的信号已经被我切断了，你们就老老实实的待在这里吧。哈哈哈！哼，可恶的麦特博士，这下可怎么办呀？别担心，雷克警长一定会来救我们的。哦，哦，嗨，雷克警长，你看到斑斑了吗？好像没有。好饿呀！真奇怪，亚米今天怎么没来卖早餐？什么？亚米今天没上班？小美去哪儿了？这里的垃圾桶已经满得装不下了。大家都不见了，情况不对，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虎、开心虎，今天有很多超级汽车都消失了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快帮我找一找他们在哪儿吧。没问题。奇怪，搜索不到他们的信号。嗯，不好，他们可能有危险，我得去找一找，快帮我升级。嗯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超级汽车出动！好奇怪，好奇怪，大家不见了，找一找，找一找，朋友们在哪？雷达开启，加速前进，睁大眼睛，我一定要找到你！啊，来帮忙了！好奇怪，好奇怪，大家不见了。找一找，找一找，线索藏在哪？人行道上，小水坑里，草丛里面，大树下面，发现大家的踪迹。朋友们，你们在里面吗？嗯，快救我们出去！雷克警长，敌人出现了，小心小心！长长钩子伸出来，危险危险！大大箱子飞过来，躲开躲开！警车警车要战斗，前进前进！丢丢向前冲，冲啊冲啊！正义需要我守护，全力以赴！大大钩子甩呀甩，晕晕乎乎！警车警车想办法，绝不认输！雷克警长，把他引到仓库前。滴滴呜，滴滴呜，看这里，打开灯光吸引你向我靠近。就是现在，全力出击，这开门，要注意。成功了！哼，你也尝尝被关起来的滋味吧。奇思妙想汽车馆。最新款无人机第一次试飞，现在开始。看起来也没什么特别的。哼，你可别小瞧它，它的速度快得像闪电。再快点。你看见它了吗？好像不见了。不好，我的无人机落在了郊外。我们一起去找找吧。好。根据信号显示，无人机就是落在了这儿。这里好像很久都没有人来过了。
不会有危险？我有点害怕。嘿，酷宝，你可是超级汽车呀。哦，对，我是超级汽车，我怎么能害怕呢？瞧，你的无人机在那儿。哈，找到了。你们是谁？不管是谁，欢迎光临我的汽车修理厂。啊，要不要试试我珍藏的大铲子，或者精巧的螺丝钉？谢谢，我们什么都不需要。我们是来找无人机的。原来你们不是来找我修车的。根本没有人记得我的修理厂。酷宝，刘大哥看起来很难过，我们帮帮他吧。我有一个想法啊，刘大哥，我看你这儿的汽车零件都旧了，不如我们做些改造，把这里变成汽车展览馆吧。汽车展览馆听起来不错。嘿嘿，那就呼叫指挥中心。啊，哥哥，怎么是你？嘿嘿，还有我。开心虎，我们想要改造牛大哥的汽车修理厂。嗯，我明白了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成功。超级汽车变身。铁臂挖掘机，酷宝。大力士吊车，阿力。七彩搅拌车，瑞博。超级汽车出动。朋友们，让我们发挥想象力，一起来改造吧。大轮胎一二三，咕噜咕噜弹呀弹，大轮胎飘起来，我们一起荡秋千。大铁皮拼一拼，又挡风呀又遮雨，大铁皮挂彩旗，变成小屋真美丽。后视镜像眼睛，擦掉灰尘亮晶晶。后视镜穿新衣，保有巨大娃娃机。干得不错，继续加油。小的摆整齐，汽油桶喷颜色，七彩铁皮汽车人，欢迎你来参观，奇思妙想汽车馆，好新奇，好喜欢，奇思妙想汽车馆，这里真好玩，我下次还要来。太好了，这里又热闹起来了。超级汽车，谢谢你们。不客气。